2014年3月30日咧，就有一個低壓，有一度低壓槽同埋一度偏東氣流喺互聚。當陣成個3月30日落咗一場大雨，喺好多地區都係錄得70毫米，咁有啲部分地都錄得超過150毫米。咁曾經發出過黃色暴雨警告、黑色暴雨、紅色暴雨，而黑色暴雨係最唔常見嘅，因為黑色暴雨都係通常都係6、7月先放嘅嘛。但係三月喎，首次喺三月發放。另外想講翻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當真係落大雨咧，就係温度比較差啲都係，即係唔係穩定嘅，唔係。都唔算穩定，都係落大雨、滂沱大雨。我正喺屋企打機，打到唔知點嘢用。我哋 heavy going so just stay good。第二一年前，即係2016年嘅3月30日咧，我喺雪馬。